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你，我陪着你。喜欢。爸。 你叫什么？我叫你爸。我有那么老吗？我长得像你爸？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。 没有名分，他很恨那样的生活，于是他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，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的爸爸，因为。 只要我爸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她就会对我特别的温柔，对爸爸也特别的温柔。我一直希望我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。 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 那天在医院碰到你们，并不是什么巧合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在那住了挺长时间了。 在那儿等死，血管里的病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如果没有这个妹妹，我可能早都烂死在哪个角落里了。
看到你跟爱宝在一起以后，我踏实多了。爱宝需要一个爱他的人来照顾他，对他好。我以为你是那个最佳的人选，但最后你们还是分手了。先到我家里吧。
不想要干这个哎，可以转台吗？向他求婚，我骗他，我说我自己是个性无能者，他相信了。我要走了。去哪儿？谢谢你。你去哪儿？你不能走。我为什么不能走？我为什么不能走？你说啊，我爱的人又不是你，我肚子里还有别人的孩子，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拉着我的人是你？为什么向我求婚的是你呢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妹妹失恋了，为了照顾妹妹，求婚的是哥哥。只想让他幸福。后来我们搬走了，我
尽可能的对他好。医生跟我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直到后来孩子出生，才给了我一个借口。孩子哭成这样，你是喂他了没有？你还算是个人吗你？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你，我快要窒息。Baby， 你在哪里？不要消散去，请留下些痕迹。我。你是个谜，我看不穿，也猜不透这谜底。是爱让我们靠近，苦涩的甜蜜，我只剩下回忆。过去的岁月。寂寞来又去，落雨的黄昏，想你在叹息。
爱如烟花火，转眼成灰烬，却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据。找不到